怎么能悬上？你忘你脖子在哪儿？我就行话说，俩肩膀扛一脑袋，说的就是你吧？我缺一脖子的环节，咱也别说能长寿，吸血鬼见着都不知道疼的。我那时候在基地，那时候真是头悬梁柱刺啊，真下功夫练呐。每天早喊嗓子，老师教啊。对，我们那时候教什么呀？哦，这只是艺能，还有那个。这不是瞎说呀，身上有这个，哎，这叫山法，哎，要喝，这就是好啊，要不别瞧不起这没屁股的臭手，你看，我那屁股让那锥给扎够了，这都知道吗？这没有，当初我们练这个的时候，你不学厨子了吗？凭什么啊？你们都练山法，我学厨子，你们那练累了，我给你们做饭吃。那时候吃不着饭啊，哦，都让我吃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心里还有个数啊。那时候我们就是练这个，他呢就睡觉，他的口号是吃了太阳露，睡到太阳红。我就没有睁眼的时候，是吧？我们练苦着呢，老师教啊，这都有。刘大海，刘大海，呀！就这样，这大块都撕不了。你这玩意儿不得分跟谁比吗？你也算是矬子里拔将军。这玩意儿你对不对？跟他比，那就我他一大块能回我仨。你也是夸张了，两个半斤。那时候咱练这功，咱下过这功夫。他那时候就因为天天每天不练功，就慢慢慢慢的，我们渐渐疏远了。我们那时候你天天相声得背，戏曲得来。不说别的啊，我们最讲究那时候最难的就是京剧。为什么呀？国粹啊，行话说得好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分钟。你没有这功夫，你上哪去？您就没有什么功夫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分钟。多少？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十分钟还？又懂了？又懂了是吗？那可不嘛！你这……但凡你要是懂这个，当时你也不会跟我们差距就那么大，知道吗？咱不是差距这么大，咱是腰围这么大。就我们后来练这个，这山吧，行行行行，剩一个半个的吧。还有吗？我看看。但凡考你个说不上来，很羞臊啊！你小干嘛不知道？小脸面皮可就不要了是吗？我还小脸吗我？哦，大脸面皮就不要了是吧？别废话，你来吧，来吧，来。这叫什么？这正官的，但一般正官人都不点头。可帽子大了行不行？行啊，看这个啊，吕然的。哟，行了，别拿豆包不当干粮。行，我已经从臭豆变成豆包了。哎，就那个，红镜戏吗？奥迪 A4 好不好？怎么着？当然比不过
说你这悍马的。但是我这是悍马的保险杠。那么在电影说我们练这个，所以才有成就了今天的高高高。你们练过这个呀？没练过。就你们老北京啊！老北京的话，那你们怎么是不是已经把你的祖籍都给忘了？哦，后来搬过来的呀。怎么我北京北七环的呀？北七环。别废话，唱一出好不好？唱一出在这儿吗？那可不在这儿吗？丢人可丢的不是我的。你要愿意无所谓，哪没事丢人丢德云社的人。你听我的，那别丢人。这么着，你要想唱的话，今晚上跟我走。那你走上我们家干嘛呀？到时候好，我好好规矩规矩你。好好弄的，好好弄弄，咱好好来来。行倒是行，就是我怕你弄不动。给你掰扯掰扯，胳膊腿儿掰扯掰扯，你以为这都是讲究弧度的，知道吗？有弧度有功夫才能讲究这个。你以为谁胳膊吗？您这抬一个我看看，你撂下吧，撂下吧，看看。我抬呀都，肌肉都粘连了，感觉。你这我跟你说，你这肘子根本就抬不到这儿，你知道吗？操你！不敢来，不敢来。我这肘子，今儿我肘子，我修理修理你。来。行不行？行，挑戏吗？挑戏，你挑，跟你挑。我万一说出你不会吗？一个京剧我有什么不会的？京剧有八百多出呢。不是，八百多出怎么了？就七百、四百、三百多出怎么了？你唠的快！我怕说太传统，他不懂啊。所以说让你先挑，让我先挑是吧？该是你的，要不然人家我以为我这欺负寡妇失业的，对不对？咱都没听说过京剧有八百多出，也不是京剧是韩剧。我后来不敢，韩剧我也会了，长征都说什么都好。干脆这样，咱也甭那么麻烦，唱就唱热闹了，咱唱一出《黄鹤楼》。来，《黄鹤楼》有首诗吗？说的是《黄鹤楼》。什么诗？朝辞白帝彩云间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蜡烛成灰泪始干。咱不是一首诗，是不是？没听说过。不是，你甭提那诗，就唱这戏成不成？黄鹤楼，黄鹤楼多钱一包吧？走走走走，不是去黄鹤楼，黄鹤楼，三国黄鹤楼。你说三国就完了呗？哎、你以为今天来的都是老戏迷吗？你说一黄鹤楼，观众懵了。黄鹤楼这是什么戏呀、啊？你说三国不都懂了吗？不用都懂，我说黄鹤楼真懂。简单的就说三国小表辈儿。你挑剩下你再挑，好嘞，还是我挑，我挑完你挑，这是你来，让父母和孩子先挑，我还是父母孩子，那我刘备，那我刘褥子，刘褥子，你不刘备，我刘褥子，冰山给你，彩电给我，冰山归你，那威猛都归我，俩男孩都你要，我不要了，同志们。这就是欺负寡妇失业，咱这离婚了，是不是？你说这，你要听我的，再走一步。我上哪儿啊？我说我刘玄德、刘皇叔啊。我说你几回了？来刘玄德不就完了吗？我刘玄德，我是谁？对了。
主角，姓朱名葛，字子亮，道号卧龙。人家父姓朱，我当子名亮。姓朱名，姓朱。夜观天，夜观天象。我还得喜欢吊炕，后边我还摆一张杯。哟，瞧你咋的？我那会儿基地那会儿，我专业学者，他那会儿厨子。结果这会儿我来一个角，他来两角，也是人家肚子大，肚子大俩角能出来，知道吗？我肚子小，顶多一个角儿，啊，俩角儿，俩大角儿，你不看就犯了。别废话啊！谁让您唱诸葛亮，您这是俩角儿呢？您不懂，我不敢。那你说呀，我那是俩配角儿，你把这话说出来，让观众以为啊，我这么大角儿，我来配角儿的。是，您是主角，我是配角，这就完了吗？好不好？那您这个。咱反正这条件就这样，您看您需要点什么？需要点什么？最起码就来诸葛亮羽扇纶巾吧，啊，对不对？得有诸葛亮的帽帽，还没有帽。诸葛亮的帽帽，那叫八卦风巾。哎呦，那八卦风巾呢？对，没有。你吃饭这个兜兜也行。谁这么大个吃饭有兜兜？没有八卦风巾。没有。诸葛亮没有帽帽，他非得帽帽。哎，包走中间，好，用这包走。对，行，简单些就诸葛亮帽嘛，好不好？好，反正设备简陋，您看着办吧。开门了，哎，这多少年没洗了呀？我的天哪！我也头一回见您这包走方式，全包着往上撸。那你直接包上吧，这都。包上我喜欢这种紧迫感，咱们皮肤紧致，看这里。哎，你别笑，他一笑就逗，就跟他差。他一笑就逗，什么呀？小尴尬，行，坏了，小尴尬，还要什么？差不多了啊！哦，对，有请乐队老师。行，这么尴尬。没有乐队老师，没有乐队，我给你唱六啊！唱六我干嘛？这六还包括一会儿上来六。没有乐队，我给你干猴啊！干猴啊！你上我那儿，要不然今晚你半夜跟我走，我们家什么道具都有。我怎么老得跟你走？不是，咱就拿嘴打架，拿嘴学。哎，您上场的时候我打架，我上场的时候你俩下，彼此配合，好不好？这对。下来条件在那儿，你上来帮我把桌子搭一下。搭桌子，春华，我刚才说我诸葛亮，对，军师，没错，搭不动。军师平常坐着，知道坐着木椅都别人推出来的，知道吗？你见诸葛亮坐摇着出来的吗？诸葛亮坐着轮椅都别人推他，搭桌子找诸葛亮疯了吧？怎么挪威你太狂了吧？今天说发疯有点太狂了。咋了？吃啥了？哪儿跟哪儿去？不是这台上就咱俩，人家上来跟我搭一下。有那么欺负诸葛亮的吗？诸葛亮啊！我军师出谋划策行，体力活自个儿来，背背。我改背背了，一会儿霹雳死。你要早这样，你准能瘦。另外还需要一把椅子。你诸葛亮不自个儿穿日子以来的呢，早就跟你们来，早干嘛去了？来吧，来玩儿。啊，来不来呢？小段，哎，对你来说小段，我们是屁股小算大段。您到底懂不懂？台上这个百位的小段，你跟我说这没用，知道吗？我就一屯子，不是大小。你这坐着，那，我喜欢这种躺空的感觉。这两个要扶手，你就得出不来，知道吗？我坐上面，轮子我都摇不起来呀。对，不是吧？哎，桌子前面为前台，桌子后边为后台。您那边上场门，我这边下。问问你，这儿哪儿？前台。这儿呢？后台。这边。上场门。那边。下场门。
这好，前排这好，后这好，前排这好，下边。弄俩裤衩。
儿了。你家挺乱的。好，舰队。还舰队呢？啊，糟糕。行了，你会的生活还真多呢。都办他。不除了两口子事儿，你全不懂。我这么多称呼差不多了吧？一个也不对呀、啊。你选一个。你得叫我主公。主公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主公就是皇上啊！对，爸，你说没人了，来这玩意儿。皇上演的不是玩意儿，我们演的刘备大汉皇叔这么个皇上。哦，这会儿啊，进入角色了。哎，不开始进入角色，我这忙活半天干嘛呢？这是。啊，行，玩。啊，亲人，啊，主公，东吴过江之时，一把弓。谁害的？什么意思？谁害的？都怎么？我说健壮一下，怎么老害你了？我为你减减肥，知道吗？你在这观众说让搬，你不让啊？谁害你了？队长，我跟你讲，有话好好说，是，要不然能动手抄什么呀？不是，是这诸葛亮。你找诸葛亮去？我上哪儿找去？我这是哪儿找的？你演谁呀、啊？诸葛亮。不错。缺少母爱。你怎么意思你？哎，我这个普通人，我咋太生气了？你别太生气，吓我一跳，我要打我。哎，我这胆儿小，我拿你干什么？我那是孽畜吗？那东吴过江之时，你把弓害可了。不是我害，就别说了。打架了。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。本心人力不当，菜打架都没力气。你比孤王去过江。刘备吗？哦，刘备。
你说，我知道啊，我有点想不起来了。忘了，想不起来，想不起来，一点想不起来，你记住了。这不碎嘴了吗？这不是，您总共就这么四句词儿啊？对对，主公上马心不爽。主公上马心不爽。对呀、啊。二句。山人八卦秀内藏。山人八卦秀内藏。三句。你哪句不会呀、啊？你别说我听听。蒋生且坐中军帐。好，四句。我都告诉他了，等候涿州易得章。好，再来一遍。我没记住。他跟我标点符号一不一样？主公上马心不爽，山人八卦秀内藏，蒋生且坐中军帐，等候涿州易得章。好，你猜我记住了吗？我猜你行。对，你放心，没有错不了的事儿。对，全对。主公上马他心不爽，上马他心内藏。三岁儿子坐在中军帐，等候涿州一得章，一得章。主公上马心不爽，心不爽。山人把我修内藏，修呀修内藏。蒋生且坐中军帐，中呀中军帐。等候那个涿州大将，一呀一得章。主公上马心不爽，山人把我修内藏，修内藏。等候涿州一呀一得章。怎么你打我三回了，你说？行，诸葛亮口水歌会的不少啊。你选一个哪个？人家都相声，你得唱二黄啊。唱二黄什么？弓长马心不慌说，唱。你唱。弓长马心跳。唱马心。我打。打他呀！谁敢说？唱。弓弓上。山人八卦修内藏，江山且坐中军帐。唱，等候涿州一得章。唱，且不唱。我这守灵来了。行，来吧，放心，没有错。说话说完，桌中军帐，等候一代将。
怎么叫到台口那儿有一风灯舱，这还一八丫丫。好，好，好，再说一遍。放心，放心，来吧。哎，没有错不了的，是的，这个。来啊，开始啊！很多中军帐，张桃也得干。干嘛呀？